其实，相信在很多人的印象里，王双柏老师很年轻，也很活跃。对于他的离世，真的是可以用一场突如其来的告别来形容。而由于他最著名的王伯伯的形象，不少网友也用“居民小组长一路走好”的语句深同哀悼。要说王双柏最为人熟知的形象，莫过于海派情景喜剧《老娘舅》中憨厚风趣的居民小组长王伯伯。哪两位上地方来了？我姓王。大家都叫我王伯伯。我是你居委会的小组长。那么这个演员呢，在艺术上呢是认真的，表演上有一套的。那比方举个例子，我们那个老娘舅第一集，他们家里人要叫他拍一个集体照，拍了之后，在这个地方就创造了一个笑料。请侬打了拍照还加互动款好吗？哎呦，小事一桩。请各位注意啊。为了拍一张精品，希望呢大家陪我一下，等下我讲预备，大家喊一声茄子，茄子。他说，你们都要说茄子。结果这个小老当天晚上播了老娘家以后，第二天上上海的公共汽车上、电车上全部都是。但其实对于这么有天赋的王双柏而言，家里人先前并不同意他学滑稽，由于父亲开纽扣店。王双柏年轻时候是个不折不扣的小开，只是由于喜欢姚慕双、周伯春的滑稽表演，王双柏执意拜师，为此不惜和父亲翻脸。就是讲，侬要唱滑稽的，侬就不要认我爷娘，侬当我滚，我走就走好了。碰见了，那么我也带了眼么子，当娘讲的，我说我才是得爷老子这个能唱嘛不好。我出去避避风头，我混得好的，我再回来。好在多才多艺的王双柏终究混出了名堂，拉胡琴、弹钢琴，能唱苏浙沪十八调，很快便担任杭州滑稽剧团副团长。但是不满足的他，随后经常往来于沪杭两地，王伯伯的角色也就由此而来。虽然他以前也是有知名度的，他家人家也知道。但是他演了老娘舅的王伯伯以后，那整个就完全不一样了。我举个例子，他说有一次他回杭州去，马上那个过要到点了啦，到点如果去到售票处买了票以后，然后就乘火车，就这帮火车就脱掉了，他就马上就冲那个入口处，入口处的那个检票一看，哎呦，王伯伯来了，哎，快点进去，快点进去。我随便啥辰光，那不是过年买火车票不成问题。因此听闻噩耗之后，情景剧《老娘舅》中曾经的同事比王双柏还大五岁，如今已经89岁高龄的嫩娘难忍悲痛，因为在她看来，王双柏平日里的身体实在看不出有任何问题。说实在，我觉得王双柏是身体最好了，身体最好一个，最好，我蛮羡慕一个，一看报纸是不啦，发达眼睛了。他一到出去演出呢，吃么子不像我，因为我开过刀了，对接到那他吃么子总归是吃吃吐吐，伊胃口就不好。我他一到吃，我真开心啊，一呼啦呼啦才吃过去。这个吃饭辰光小菜没不要紧啊，汤一定要有。阿拉老娘年嘞，小辰光叫我汤锅里头。他哪能会得这么早肉饱？但是在晚辈舒月看来，正是由于王双柏平日给人太健康的印象。老人的突然去世才让他深感自责。你以后的大礼物给我，侬像俺的一车有吧？我再讲，侬像电视拍吧，我也可以来出力啊。对于别的80几岁老先生呢，阿拉到一个哈老老不用不用，上铺没有啥个事体。但是对于王老师来讲，阿拉觉得伊身体老好，没问题，所以阿拉呢当小伙子了。所以我觉得阿拉侪有责任。阿拉的责任在啥地方？就是讲。其实阿拉应该劝王老师，侬再吃得消，侬身体再好，阿拉再希望侬来，但是年龄不饶人，人不好做到尽的。现在我是觉着伊做到尽了，老来孤独了。而包括舒月、陈国庆在内的不少滑稽界晚辈向我们透露，人到耄耋的王双柏不仅在工作上依然精益求精。在慈善事业上也始终亲力亲为，80高龄跑遍400个敬老院义务演出，或许他真的是太累了。因为晚上包老师做公益活动，我还去帮过几趟忙，
伊包括到敬老院啊，哎，对对对，基本上不收一分行钿的，伊去为人家服务。跑来跑去啊，哪能哪不觉得吃力？伊讲，伊讲，我伊讲，跑跑敬老院啊，啊，伊讲，义务义务演出，为癌症俱乐部伊讲，做眼事体啊，伊讲，我觉着伊讲，人下去开心。双伯，侬一直叫我阿姨阿姨，阿姨呢，心就会痛。我几个双伯，阿婆他是好几个，那么侬放心，双伯哦，侬一路走好，阿拉我几个后代有余。侬放心哦，现在我人挖起干了，小辈也不少，伊拉对艺术呢，精于求不尽，侬放心的去吧，哦，放心的去吧。新闻在线综合报道。